下午两班，欢迎收看《华尔街大师》，我是范英华。今天加权指数开低震荡，最后还是收低的，下跌了90点哦，收在9194点。好，今天的量呢，大家好像已经准备好要放台风假了，因为在今天呢，不管是一开盘一直到收盘为止哦，都大概只有5-600亿，最后收盘还是只有539亿。好，这个指数呢，前高过不去之后，反倒是开始倒退撸。那么后续的一个行情应该如何来掌握跟分析？我们赶快邀请到是华信投顾的曾分析师张大文，大文哥你好。一华三立导这么优，大家好。好，大勇哥，之前大家说9290哦，这个有机会继续冲哦，继续往上冲哦，结果真的哦，没有继续冲，哎，往下掉，受到美国股市这个下跌的影响吗？这个盘接下来要怎么来看呢？所以我说三立投资朋友真的能够看我们的节目，大家来讲是一个福分呐，啊，福气。那我一再强调股市中的操作，啊，我们常常讲嘛，新手看价嘛。对吧？哇，涨了就很开心哦。但真正的专业老手，我们看的是筹码面的结构变化，哦，创新高，筹码面不见得是做多哎，哦。那这个地方我们一再强调，台股整个大盘的结构，整个大盘的结构，全中华民国。现在这么多、这么多、这么多的股市节目，这么多的老师，啊，导致不用。瞎狼搞了一公真话 ，Who tell the truth？ 每次在重要的关键转折，全中华民国谁敢勇于坚持专业讲真话？讲真话很难呢，哈哈。啊，我们这个中国人老祖先讲的忠言逆耳啊，对不对？忠言一般人听不下去的，英文叫做 truth hurt 啊，真话很伤心啊啊！来，导致没有？上礼拜，台股阿壮。9290再创今年的新高。上礼拜，全中华民国所有的股市节目，我想现在 YouTube 都有重播，大家可以好好把上礼拜四、礼拜五所有的股市节目都在跟你讲什么啊？心态多，心态强多。心态强多嘎空哦，要上看万点啊！上礼拜，张大文在全国电视媒体的公正之下，到这边，啊，上礼拜我知道你们很兴奋，你们很亢奋，你的老师更亢奋，对不对？电视上讲了，这是个强多嘎空盘。啊，心态强多嘎空盘啊，要直奔万点了，你们很亢奋。那坦白讲，我也很亢奋呐。那我亢奋是什么呢？我亢奋的是所有，啊，认真看张老师节目，认真看我们华尔街大师节目。我们从8月份9200，对不对？当时公开预告短空操作，8月份9200空完，先送你300点。打下来跟你报告，颈线8850支撑有手，会再度强弹。结果9月7号来到9262，再度建议把握再空。啊，当天讲得很清楚，啊，联发科对不对？股价出现了严重的败笔，啊，9月7号9262把握反手再空，打下来又是400多点。那这一次下杀我们讲得很清楚，我想易华当时跟我配合的，我说这一次下杀会破颈线，对不对？易华，结果低点8816啊，完全命中。那这一次破颈线破底，再度的反弹，再度的上攻啊，那上礼拜来到9290，对不对？你们很亢奋，为什么？我知道你们很亢奋啊，创新高了，上看万点啊，我很亢奋啊。我亢奋是什么？再度
高空布局避险放空的好机会又来了吗？所以上礼拜我很兴奋亢奋的是赚钱的机会又来了，那你们是兴奋的啊，要上看万点了。我讲过有梦是很美了，但来到股市我讲得很清楚，靠做梦赚不到钱，脚踏实地。那怎么脚踏实地呢？从筹码面的结构啊。那我9月7号当时请大家9260附近把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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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空，当时最大的一个结构是，当时我讲了9月7号外资在干什么啊？当时外资买超，外资期现货买超，很多老师哎，外资在买超，结果外资买超来导播前几名出现什么？导播可不可以拉近点？元大台湾50反一啊，9月7号、啊，外资是买超啊，但他买的是避险放空的东西啊，他买的是避险反向看空的东西啊，所以9月7号当时我们讲得很清楚啊，当时大涨创新高，外资已经静悄悄的啊玩两面手法，去买台湾50反一，这是个看空啊，这是个避险的工具啊。9月7号，所以当时请全国投资人啊全力向下一个啊反手放空的操作的动作，杀下来400多点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做指数的大家晓得四百多点是多少的获利啊，啊一华400多点探瓦贼啊，一倍啊，400多点你是100万赚100万呢、啊、你知道吗？你不要小看这个钱啊。啊，那上礼拜再度上攻，再度大涨，我讲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对不对？外资上礼拜又是怎样？左手拉台积电，对不对？拉全指股，对不对？指数创新高，但是右手去买什么？来找我，如出一辙，又跑去偷偷的买元大台湾50反一，导致没有。张老师是透过筹码的结构。啊，把这个股市啊，股市中的老千在出什么老千，我都告诉你。你不要傻傻的，外资每次哦期现货做多，但他跑去买避险的工具，你搞不清楚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9月7号我们带着全国投资人，当时全力反手避险，短空一趟400多点，对不对？打下来破底反弹，上礼拜再度大涨。再度创新高，来全国投资，我们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啊，啊，上礼拜你的老师又来了，对不对？告诉你了啊，心态又多了啊，强多嘎空了，上看万点。上礼拜我们公开诚恳的呼吁，你错过，对不对？9260全力放空，错过这400点的行情，我说这一次高空避险的机会。再度来了，那机会来你要怎样？好好珍惜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要每次机会来了就开始上看万点，对不对？机会来了就跟你老师在俩拱啊，开始俩拱了，哦，强多嘎空啊，嗯，是的。所以台面很多节目啊，我讲穿了，对不对？讲很不客气，就吹牛比赛嘛。一大涨就跟你心态强多，对不对？今天跌100多点，你看他节目，心态又转空了，对不对？你去看那种节目，你会赚钱啊？啊，一大涨的心态多，心态强多，哦，听着你好兴奋呢、啊，啊，今天摔下来，跟你讲，心态又空了，那，你这样怎么赚钱呢？啊，投资人，9月7号9260大户筹码公开，请你空，打下来400多点。上礼拜再谈啊，跟你讲得清清楚楚，外资又在搞这个游戏了，又在买避险的工具了啊！来，全国投资人，全国会员做见证了。上礼拜你的老师在干什么啊？心态强多啊，强多嘎空啊，上看万点。来，上礼拜一早，9月23号礼拜五一早。现货还没开盘哦，现货是9点开盘哦，我们期货8:55
台指9230、9250附近，9230、9250附近放空两笔操作。所以上礼拜你很兴奋，我知道啊，因为你开始又上看万点了嘛，那我也很兴奋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之前是不是9260附近打空一趟，哎，400多点呢，哎，这10万就是赚10万呢，50万就是50万呢，100万就是100万呢，对不对？这一次机会又来了，对吧？我很兴奋，我很替我全国会员很高兴。为什么？这一次赚大钱的机会来了，问题是你要有动作啊！啊，你的老师上礼拜有这样的讯息吗？发得出这样的讯息吗？啊，上礼拜大涨又在跟你大言不惭，哇，心态强多嘎空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这嘎，今天往哪嘎？我们全国投资人会员做见证了，啊，上礼拜有没有这通扣讯？有没有这通扣讯？啊，9230、9250附近，9230、9250附近，赶快再度放空两笔。今天呢，全国投资人，阿内瓦子，白点呢，啊，一口就20000呢。一口就20000呢，10口就20万呢，啊，5口就10万。那给阿林，啊，你要听你老师又怎么电视上要编故事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哦，心态又空了，对，今天跌100点，心态又空了，对，我也看懂了，3岁小孩也看懂了，那这样有用吗？啊，全国投资。好好想一想，张大文上礼拜苦口婆心跟你讲什么？啊，高空避险的机会再度来了，把握，再空两笔啊！今天呢，很简单，上礼拜对吧？有一些对吧？哦，这个嘴巴很坏的老师每天。自己操作的乱七八糟，每天骂人家，哇，扣讯造假，很简单嘛。张大文上礼拜全国会员做见证，上礼拜9月23号8点55分，没有这通扣讯，没有叫你9230、9250附近放空两笔，不要客气。张大文上礼拜没有这通讯息，你打电话进来，张大文赔你200点嘛，就这么简单嘛。你的老师上礼拜呢？啊？又在拐你了啊！哦，强多嘎空啊，又来了。每次大涨就强多嘎空啊，杀下来又开始转空，这是每天在编故事。我有给你编故事吗？啊？上礼拜斩钉截铁，高空避险啊！我有给你什么红灯、绿灯、蓝灯，每天乱扯一通吗？啊？高空避险，再度空，白点。我告诉你，行情还没有跌完。我告诉你，会跌到哪，我们都很清楚。啊，那上礼拜特别还送给全国投资人，我说选择权怎么样？准备完大的。啊，尤其在这个 index option 这一块啊，指数的选择权，这个不是随便乱出手，但机会来了你要重压。上礼拜公开预告 option 准备完大的，有没有？上礼拜是不是特别跟大家报告，台指9000的卖权 put， 上礼拜尾盘还在45点呢。告诉你，把握布局啊！给阿林，70哦，啊，一天 K 瓦贼，一天大涨50%哦。上礼拜你不要多丢个10万就好了，丢个10万就好了。今天呢？就是50000了。所有的话张老师有没有讲在前面啊？所以我还是那句老话，你想每天啊看一些吹牛比赛的故事，对吧？涨了就哇强多嘎空，哈哈，上看万点啊，啊跌了开始告诉你要转空了啊。你每天看这种编故事吹牛比赛，那抱歉，你不要看张老师节目啊，我的节目直来直往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的节目就是告诉你怎么做才能赚钱，就这么简单。上礼拜大涨
啊，你的老师跟你大言不惭，啊，强夺高空啊，上看万点，我就告诉你，高空放空避险的机会来了，选择权玩大的啊。今天呢，啊，投资人苦口婆心的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跟你讲，大户筹码，我们要从筹码面掌握多空的转折，尤其指数400点就是一倍的行情，你不能犯错，你也错不起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一再强调，我们的大户筹码操盘工具，明确的方向，明确的讯号，绝不篡改讯号，更没有事后造假。所以我们很欢迎全国投资人，你盘中来我们公司嘛，亲身见证嘛，你不要买一些软体，涨了就跟你心态多，心态强多，跌了跟你心态又转空，对不对？每天的事后都马后炮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每天箭头都6、7个、5、6个。也没有讯号，也没有方向，啊！你的老师每天电视上就骂人家，说人家讯号造假啊，扣讯造假，那自己呢？自己什么也拿不出来，啊，光骂人家，这不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一再讲，整个大盘的结构，谁跟你讲真话嘛？哎，大户筹码你自己看看，从7900大户筹码一路翻多，波段涨了1200点，8月份来到9200。公开预告波段开始转空哦，当时没有人相信啊，空下来300点呢。那第一次跟大家报告颈线支撑这个地方就在8850，对不对？跌了300点，告诉你会反弹，会反弹，但是反弹告诉你再空。9月7号是不是来到9262？是不是反弹还创新高？反弹告诉你再空，而且跟你报告这一次8850会破哦，整个多头结构已经不利喽，对不对？结果9262空下来8850，有没有破？真的破了吗？第一次杀300点，第二次杀400多点了，这两趟我就送给你700多点的行情啊，你恐怕还听不进去。那上礼拜又大涨创新高，你的老师告诉你强势轧空啦，对不对？心态转多啦，啊，又上看万点。我跟你报告，这个是左怎么样？这个叫 left shoulder 左肩，这个叫头部。这一次呢？尤其上礼拜反弹，易华记得吧？出现一个很严重的现象，成交量怎样？严重萎缩嘛。成交量萎缩，这怎么会是头部呢？这怎么会是多头呢？对不对？充其量这是右肩标准的结构反弹无量，因为没有人真正在玩呢，你懂不懂？哦，就是外资在搞台积电拉指数而已嘛。所以成交量上礼拜你看都600多亿啊，我说这个就标准的右肩哦。弹高把握在空哦，有没有？甚至一再警告你，国际股市 M 头向下转空哦，逢高要站在空方哦，有没有？上礼拜再警告你，外资又在搞这个游戏咯，大涨创新高要再偷偷买 T50 反一咯。9月7号当时买 T50 反一崩了400多点，这一次上来又在买 T50 反一，这次要崩多少点？啊，你回答我就好了嘛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所以上礼拜9230、9250有没有？放空两笔嘛，今天呢，白点哦，哎，开胃小菜哦，我跟你讲，啊，大鱼大肉还在后面哦，哦，上礼拜送给大家选择权，我们要玩大的哦，有没有？9000的 put， 上礼拜45点哦，收盘45点哦，今天呢70，一天涨了 55% 啊，一天10万就是5万呐、啊，上礼拜你随便丢个10万，今天就5万啊，对不对？还没完哦，哦，那台股上礼拜创新高，对吧？很多操作股票的，那你赚钱了没有呢？你不要说赚了指数，哇、哦，指数创新高，你跟人家高兴，就自己满手星象，满手胜利，那有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台股创新高，你满手跟着投顾老师去买星象买胜利，你很悲惨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一再讲了嘛，股票要波段操作，那大户筹码空，一切反弹都是空。那这一路以来，我们从190块附近跟大家报告，整个波段转空的台积电操纵了，操纵把握向下放空啊！哎，第一趟下杀重挫30多块，送你30多块。第二趟反弹，上礼拜来到177块附近，我说把握再空啊！今天多少？162哦！哎，两趟阿内瓦子一滑，两趟降多少？两趟阿内马西欧咋抠呢？10张就是50万呢，你告诉我，这一个月你的老师拼命做多，
天天喊嘎空，那你的老师这个月带你做多的股票有哪一档赚50块？你跟我讲啊，我带你空操纵2趟50块啊，10张50万，20张100万，这不是钱吗？你打电话问证券公司放空下来的钱不是钱吗？这下来也是新台币啊。那你这个月跟你那些老师做多的，每天心态强多嘎空的啊，那你做多哪一档股票赚50块？你站出来我看看啊，我带全国投资人空2趟，一样50块嘛，对不对？那再来，我一再警告你，联发科有没有260转空跌20多块啊？上礼拜也警告你啊，指数创新高，你联发科有250吗？有260吗？在我眼里，一切的反弹，很抱歉，还是空，还是空。所以有台积电的人，有联发科的人，你要特别注意啊，你不要不见黄河不掉泪哦，是不是？我都警告你了。再来波洛威有没有从60块转空结构？今天还在40-50块附近嘛？啊，你小心哦。来，今天2档股票，一档大户转空股，4开头6结尾，这是标准的空头结构，这向下都有很大的幅度。我警告你哦，这档2开头7结尾的，你好好把握，刚刚转空，好不好？那一路警告你，国际股是 M 头向下了，有没有？道琼有没有转空大跌？上礼拜上来，我跟你讲，这是破底的反弹而已嘛，还是空头结构嘛。甚至连德国，对不对？一样 M 头转空，破底反弹，上来还是没有改变空头结构嘛。那一再警告你，高盛最新的报告 ，SP 要怎样？跌 25% 呢？你不要开玩笑哎，这是 David Costin 讲的，对不对？那再来，他是高盛的首席分析师哦。再来，上礼拜也警告你哦，全球最知名的避险基金经理人哦 ，Robert Sachin 讲的，啊。2008年以来，美国最大的修正，最大的修正来了，来了，将持续3到4个月。你看到这些报告，你不要小心吗？好不好？那恭喜所有三力投资者，上礼拜我们全力放空，今天白点，好不好？那 option 一天大涨50%，该怎么操作啊？尤其欢迎全国投资人盘中来我们公司亲身见证、亲身体验我们的操盘工具。好，等一下还有更多的分析，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专业让华信投顾总能发掘潜力投资。20多年来，华信致力于更高的目标、更深远的眼光，为客户发掘更优质的投资机会。致富专线02-2392-3988，2392-3988。同一间饭店，同一个泳池，但却是不同的价格。能省为何不省呢？上 Trivago 比较看看 ，Trivago 帮您从超过250个订房网站上比价超过100万间饭店，保证找到您理想的住宿。输入您想去的地方 ，Trivago 立马秀给您划算的饭店优惠。找饭店 ，Trivago。华信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华信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专业、诚信、负责，致富专线02-2392-3988。生活中有好多事，每天都让你伤透脑筋，心情不美丽吗？姐姐当家，聪明为你的健康把关，让你轻松过生活。赶快拿起电话拨打节目咨询专线，姐姐当家教你聪明生活选好康。
我不吃不休休，这是进步需要的热量。试试我喝三年的黑松茶花绿茶，它可是有国家双认证哦，安心喝茶花，负担通通咖，黑松茶花绿茶。轻盈一下，登录茶花瓶盖序号，下载 LINE 主题，抽海岛自由行。欢迎回来，华尔街大师，更多的分析呢，大雄哥怎么来观察？好。大雾中啊，空一切反弹都是空啊！这一路送给全国的操纵，从190转空哦，先杀38块，上礼拜谈到170，这又是个绝佳绝佳的空点，今天再杀162，两趟一样50多块啊！10张50万，20张100万，这不是钱吗？好不好？操纵要跌到哪？如何操作啊？再来指数，上礼拜9月7号9260附近，请你打空一趟400多点啊！上礼拜谈到9290，台股创新高，告诉你高空避险机会又来了。特别警告你，外资又在搞游戏啦，又在买 T50 啦，对不对？把握跟着我们全力空9230、9250，放空两笔操作。全国投资朋友，今天呢，白点哦，一笔就白点哦，啊，两笔就200点哦，哦，还有的赚哦，好不好？明后天反弹的空点，你绝对不能 miss 掉哦。哦，在上礼拜送给大家选择权也来了，因为这里波动会大。准备玩大的，有没有啊？我们要 big play， 对不对？上礼拜 option 卖权啊，9000的卖权在45点呢，尾盘还45点呢，下达指令，全国会员动员令下去大捡便宜啊！今天呢，一天 55% 了，上礼拜丢个10万，今天就5万了，好不好？那大户筹码啊，操盘工具，欢迎全国投资者盘中来到公司亲身体验。尤其大资金部位的，好不好？指数能做5口10口以上的，欢迎赶快跟我们做洽询。这个礼拜大的机会还在后面，不论指数 option， 把握跟上我们脚步。